总之啊，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那、啊、就回到了学校，开始吃饭。啊，就是说的那些恋爱的故事啊，然后开开心心的就要睡觉了。那、啊、当然，这只是表面上而已。大家都没有大意。有的时候强迫一点，有的时候装傻，有的时候狡猾。少女们呢，为了夺取思慕的嘴唇，互相牵制着啊，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那么到今夜来讲，胜负的时间就结束了，男女们呢就回到了自己的寝室，关上了灯。啊，石虫看着关灯后的黑黑的天花板，回想起今天一天的事情。啊，就是这么青春呐、啊。嗯，我喜欢斯斯木的心情不会输给任何人，所以。但是大家也很积极，嗯。然后因为那个气氛的关系，在摔跤的时候也一下去妨碍了莉莉亚。我真的赢得了大家吗？因为啊，大家也是灵女的后裔，跟我一样，那大家都不会对Susumu们放弃的。我不想输。やれやれ、そなたの千年の思いとやらはこの程度なのか。哎哎，你一千年的思念就这样而已呀、啊？突然好像有谁在托尾的心中这么说话呢？是谁？把眼睛闭上，仔细听吧。你是？久しぶりであるな、トエ。六神彦の御事の。哎呀，你还没回去呀、啊？好久不见了，トエ。那我是鹿神比古命的诅咒。啊！好痛，好痛！我投降，我投降！不要用铁爪功啊！哎呀，不小心被白天影响了。まずは落ち着け。我は正確には神の呪いの残滓、そなたの心の傷のかさぶたといったところよ。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啊，正确来说，我是诅咒的残渣。对对对对对。何しに来たの？また私にひどい霊障を見せに来たの？你来干嘛？你要让我看那些残酷的灵障了吗？そう身構えるなというに。别这样，不是啦。我は六つの末裔のおかげで、すでに呪いを正しい相手に下すことができた。我们多亏了这个六つ的后裔的福啊，我们才能把诅咒放在那些正确的人身上。もう何も呪う気はないし、霊障でいじめるつもりもない。安心。放心啦，已经没打算下诅咒，也不会给你灵障了啦。放心放心。で、今さら私に何の用？那你先找我干嘛？邪剣にするな。我とそなたは千年来の付き合いで。别这个样子嘛，那么紧张。我们这一千年来不是好朋友吗？今日のそなたの手たらく、見ていて不憫に思ったまで。我今天从你身体里看到了，可怜的你。あんたに同情されたくないんだけど。我就是不想被你同情啦。そなた、このままでは確実にあやつを、六つの末裔を奪われるぞ。你这样下去，真的能够确实抢到他吗？嗯。我は神の呪いではあるが、そなたの一部でもある。哇，虽然是神的诅咒，不过也是你的一部分哦。そなたを千年もの間、災難だ罪滅ぼしには足りぬかもしれぬが、一つ助力してやろうと。那这一千年下去，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啦。总之，我就帮你个忙吧。余計なお世話よ。と言いたいところだ。才不要你多帮手嘞。嗯，虽然我是想这么说。話だけは聞いてあげる。我就听听吧。啊，因为啊，トウエ也说老实话，他也很担心这样下去会输掉。这只胸空洞超可爱的，超级可爱的，就是所谓啊，连猫手也要借的时候了。実はすでに手は打ってある。还有个方法。今夜の夕食後、そなたの記憶が一部抜けているであろう。啊，今天晚餐之后，你有一部分的记忆不见了吧？そういえば。お手洗いに行ったら
いつの間にか戻ってきてたような。这么一讲，我去厕所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その間に、我がそなたの体を少し借りさせて。因为那个时候啊，我跟你借了一下身体啦。そしてスズムに呪いの紋章のかけらをお守りと偽って渡しておいたの。然后啊，我就把那个、啊、诅咒的饭中的碎片啊，假装是护身符啊，交给了スズム。岩井本神社のお守り持ってるといい夢が見られるの。你说什么？这是祝元神社的护身符，拿着就可以做好梦。嬉しいな。嗯，好开心哦，谢谢。そんな回りくどいことしないでキスしちゃってくれればよかった。干嘛绕那么大一圈？直接亲就好了。我がしても意味がなかろうが。そなたが自分の力でせねば意味はない。我亲有什么用啊？要你自己去好不好？呪いに説教されたわ。被祖宗骂了。とにかくしばし黙って聞け。总之你先安静听我说。啊，托尾呢？啊，一直都是受灵杖所苦。灵杖是什么呢？就是恶灵让他看到的白日梦。简单来说呢，啊，就是恶灵们所做的家庭剧院，而且强迫你一定要去听去看。つまり呪いの進みは夢を自在に見させる力もあるわけ。也就是说，诅咒之眉是有办法让梦让你看选择看到什么梦的。自分の見たい夢を自在に見られるってこと。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梦。そういうこと。今夜そなたが見る夢はそなたの思い通りのものになるであろう。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你所看到的梦，就是你想到的梦。スズムとデートするもよし、キスをするもよし、好き放題であるぞ。啊，所以在梦里面，你就可以跟スズム约会啊，可以跟他亲亲啊，想要干嘛就干嘛。ちょっぴり嬉しいけど、夢だけじゃダメなの。我是有点开心，可是梦里面又不算。話をせくな。そしてだな、そなたは自分の見た夢を我の力で。他人に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不，还不只是这样哦。你所做的梦，可以用我的力量让别人也一起看见哦。例えるなら、そなたが悪霊となり、霊障にて他人にそなたの望む悪夢を見せられるということ。举例来说，就像是啊，你被恶灵附身的时候，不是也可以让别人一起看到跟你看到一样的灵障吗？哇！霊障やられてた時は。マジふざけんなって思ってたけど。你这样说还真觉得真讨厌。いざ逆の立場になると、反过来的时候、真是让人心跳加速呢。我の力でそなたはこれより好きな夢を。总之，用我的力量让你看到想看的梦。そしてその夢は呪いの紋章のかけらを持つ者に送信される。然后呢，再把这个梦借由诅咒饭中的碎片传给那个持有者。もしもそなたが。スズムとラブラブになれる夢を見て、それはスズムに送信できたなら。也就是说，如果你梦到了跟スズムラフラフ的梦，就会把这个梦也传给了スズム哦。同じ夢をスズムと見られる。那スズム也会看到一样的梦吗？ラブラブな夢を見させれば、明日からスズムもそなたをついつい意識してしまうというもの。啊，如果他看到了 Love Love 的梦，那明天开始，スズム也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吧。他の娘たちよりもスズムのハートに大きく近づける。你就可以大幅先偷吃一步喽。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这不是超棒的吗？你们两个好像喜憨儿哦，超可爱的这两只是怎样？じゃあ早速。紋章のかけらをスズムに渡さないと。那赶快把碎片给スズム。で、そのかけらはすでに渡し済みであるというのだ。あんた、すっごい気が利く、使える、呪い最高。你超棒的，超厉害，诅咒最棒了。我觉得我跟他的角色是不是开始在崩坏了呢？不行，想太多就输了。总之，这一千年我都受灵杖所苦，偶尔灵杖也要来帮我嘛。当然不是做坏事嘛。那就做个甜甜蜜蜜的约会梦啊，让スズム的心离我更近吧。Good job, 呪い。Good job, 干得好，诅咒。ではトエル、夜は長いが、我らには短い。早速始めるわ。开始吧。
ればいいの？该怎么做呢？当たり前だけど、真っ暗で何も見えないわ。不过前面都是暗的，什么都看不到。そなたが自在に決めればよかろう。適当に教室にでもしてみたらどうか。这你自己决定啊，比如说教室之类的。哦，すごい。哦，教室になった。有教室了，这什么超棒的 VR 剧 ，VR 使用者。あと、スズム。然后再追加一只スズム。哦，嘣！哎呀，スズム也登场了。ここは、教室。这是教室。おお、勝手に動いた。喋った。哦，自己会动，还会讲话。そなたの記憶などからアルゴリズムを抽出してある。どうだ？便利だろう。啊，这是从你记忆深层抽出来的，怎么样？很方便吧？あんた、呪いのくせに変な横文字してるのね。你明明是个诅咒，为什么知道一些那么奇怪的外国用词呢？算了，不管那些小事情了。嗯，总之还有两步啊，现在才两步就完成了放学后的教室，跟スズム两个人而已，这么完美的情况。これってもうスズムの夢に転送されてる？这个是3D少女吧？这样也会传送到スズム的梦里吗？されているぞ。まさに生放送オンエア状態。根本是生放送，是实况哦。あれは姿を消すぞ。素敵なラブラブドリームをスズムと共有して、Have a nice tomorrow。だ。那我就先消失，你就开开心心的快来一起吧。拜拜啊，来什么 ？Have a nice 哦 ，Happy nice tomorrow， 明天见。啊，为什么平安时代的诅咒会知道那么多外文呢？嗯，算了，不管了。啊，总之就是一个梦。嗯，在梦里面啊，我的形象，嗯。不行，不能是那种电波女。嗯，但是对方以为我是什么铁道宅族就不好了，那约会也不会去什么铁道博物馆吧？哎嘞，奇怪，教室变暗了，变成两排列车的铁道博物馆。不对，不对，不对，不是铁道博物馆啦，教室，教室。哎，又变回来了。嗯，不能想想奇怪的事情，一想奇怪的事就会反应出来了。結構コツがいるのね。还蛮难的耶。まあいいわ。気を取り直して。再来一次。嗯，不能是电波女啊，要是更有魅力的女孩子。嗯，怎么样才是有魅力的女孩呢？啊，要绕这么一大圈，那、啊、就这么辛苦，都是为了啊夺走斯斯木的亲亲的。哎、欸，我的身体怎么擅自？哎、欸，我的身体擅自动起来了。然后抓着Susumu的肩膀，蹦一声把他压在墙壁上。那你干嘛 ？Kiss， させて。给我亲。诶诶，我在说什么？我怎么办？这好像，这为什么会是很像我的人呢、啊？也就是说，因为我想了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身体就擅自动了吗？ちょっと、どうしたの？干嘛了？你怎么？キスさせて。亲亲亲。キス。そんなめちゃくちゃだよ。你太勉强了吧。キスして。快了，快亲，快亲。そういうのはさ、お付き合いしてからだと思うんだよ。那种东西要等交往之后。順番がおかしいよ、あべこべだよ。你顺序是不是反了啊？啊，总之我就抓着紧紧的要亲他。这也好像漫画一样的。何をやっているのか。你在干嘛、啊、你？仕方ないでしょ。初めてだから要領が分からないのよ。第一次不得没抓不好要领啊。スズムにそなたのことを意識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くなる。甘い夢を見せるのが目的であろうが。你的目的不是让他看到甜甜的梦吗？こんな無理やり唇を奪おうとする夢など見せた日。你要是让他看到这种啊，硬是逼着抢人家。初吻的梦的话，明日から私、スズムには虫を見るような目で見られるというわけね。明天スズム就会用看虫子般的眼神看我了。さらに言うと、今もオンエア中なわけだが。对了，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现在都是实况哦。この夢どうやってストップするの？这怎么停？怎么停？落ち着け。冷静。冷静心。冷静。脑袋放空。空っぽにするのだ。空っぽ。放空。空っぽ。空っぽ。空っぽ。
丈夫？还好吗？なんか様子変だよ。怎么有点怪怪的？空っぽ。放空。空っぽ。この手話し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かな？ちょっと痛い。那个，你的手可以放开吗？有点痛哎。よしよし、動きを止めた。至少停下来了。ここから頑張ればよい。トレンディードラマのような甘い素敵シーンを思い浮かべるのだ。啊，总之继续加油啊！就像什么 Dorating 到什么什么剧电视剧一样啊，来一个甜甜蜜蜜、很棒的场景吧。トレンディードラマ、トレンディードラマ。啪嚓！死师母啊！那。何やつ？啊，还有什么？把他手上的扇子打飞了，还是这样？是谁？来者何人？この唇を無理やり奪おうとするその所業、断じて許せん。你居然做出这种硬是抢走男人嘴唇的事情，绝不允许！啊，奇怪，为什么旁边有一个纸门自动打开了？为什么教室有纸门？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啊，就是很帅气的什么 Chunuki， 就是有胡子的男人出现了。なんだ貴様。ここを黒髪とへの夢の中としての牢敵か？做什么啊你？这可是黑神石虫的梦呢！黙れ！余の顔を見忘れた。闭嘴！你忘记我的脸了吗？上様！啊啊！大人啊，马上下跪了。どこがトレンディードラマだ？你这是看哪一国电视剧啊？だって私そんなの見たことないし、父上の見てたテレビ横から見てただけだし。因为我没看过那种电视剧嘛，我只看过老爸爸爸爸爸看的电视而已。だからってどうして時代劇？所以我说为什么会进入时代剧场景呢？ならぬ。潔くこの場にて腹を。你们给我在这边切腹！啊，将军大人，求求你！出会え出会え。人生就是要说一次得爱得爱，不，总之现在不是现实，这是梦啊。嗯，此师母也跟我一起看着这乱七八糟的梦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将军呢？不行不行啊。总之啊，被我得爱得爱啊，就有很多的年轻人跑了进来啊。首先啊，是一个不良少年啊，保镖。上様を名乗る不届き者じゃ。切り捨て！居然敢对大人不敬！砍！なんだかすごい夢だな。这什么啊？什么好厉害的梦哦？そう、夢よ。お願いだから、明日の朝には綺麗さっぱり忘れて。是梦，所以求求你，明天早上醒来就忘了吧。这时候，天花板上面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哎，待ちな。風に無勢とは感心しないね。硬派じゃね。等等，不是人多就行啊！血まみれ天女特攻隊長春宮つばき子、つばび子来加入喽！え、なんでここで春宮が出てくる？え、为什么这边会有你？あ、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え、为什么？え、我也搞不懂啊！嗯，神的诅咒也歪了歪头。え。不对啊，已经不是时代剧，变成热血硬派打架剧了。そりゃ、そりゃ、不加，亏，打不赢巴基科啊！味噌汁で顔洗って。你给味噌汤洗洗脸再来吧。哇，キコちゃんかっこいい。可以，キコちゃん好帅。咦，我傻在那边。怎么这么喜欢这种啊？糟了糟了糟了！这边被 Kibako 给夺得分了。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他会在我梦里出现啊？進む呪いにて自在に夢を見せる術。姉上様だけの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让梅的诅咒看到梦这种法术，姐姐大人，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吗？你们这些小家伙也用同样的手段。姉上様がスズムに梵鐘のかけらを渡したとき、すぐにピンときましたゆえ。哎呀，姐姐大人，你把那个碎片给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喽。くそ、
バキコ様には力もかっこよさもかなわねえ。逃げろ。逃啊，打不赢啊。必要だね。轻轻松松。進む怪我はない？私がいつでも守ってあげるからね。進む没受伤吧？我会一直保护你哦。じゃあれ？進むがいない。進む跑哪了？哎，对啊，话说起回来，突然苏苏姆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嘟嘟，教室外面跑出了一个巨大的香菇啊！童话世界。ここ、这里是。哇，そこの通りがかりの王子。哎呀，这个路过的王子大人。王子。僕のことなの？我吗？さあさあこちらへ。我が国の眠れるプリンセスをどうか。来来来来，这边这边啊！我们国家的爱丽丝公主没有醒来呢。啊！兔子就抓着她的手，跑到了一个躺在巨大香菇啊那边睡觉的女孩子。ミノベ先輩。哎，这不是ミノベ学姐吗？恐れ多くもミノベ県王国の姫君エリス姫であります。说什么？有点礼貌，这是我们ミノベ县王国的公主大人，爱丽丝公主。さあ王子様。眠りの呪いを解くために熱いキス。来，王子大人，快点！啊，用你的热情的吻来解除诅咒吧。失礼啊，姉上様。私も卡奈を応援したい。哎呀，不好意思哦，姐姐大人，我这边就要来支援卡奈哦。この泥棒猫め、スズムはやらぬ奴隷のものだ。你们这些小偷猫，スズム是食虫的。古来より色恋は。事実と早い者勝ちと決まっております。自古以来，恋爱这种东西就是谁先承继承事实就先赢了。やかましや、色恋は力づくである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就让你见识一下吧。哎呀哎呀哎呀，这两个神的诅咒不知道什么时候用脑袋互相撞来撞去，变成了像鹿，像是鹿两只鹿等级的在对打了。他们的两个脚咔咔咔咔咔咔这边撞来撞去打架。どうしてもキス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那个非用亲的不可吗？はいはい、キスしないと呪いが解けないのです。对对对对对，不亲诅咒就不能解除。でもキスはお互いの合意がなくちゃ。可是亲亲这种亲嘴这种要情投意合。今はそんなこと。现在不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了。快快快快亲快亲！早くキスを。哦，好吧。赢了。夢もキスも恋愛もとにかく何でもいいから既成事実が先だよね。总之就是既成事实就赢了。キスしてハグして見つめ合っちゃって、ここからスズムをラブラブ恋愛空間。亲亲抱抱怎样都好，就要这边把他拉进恋爱空间吧。闭上眼睛啊，眼睛闭上的卡奈的脸颊感觉到了气息。哇，这是苏苏姆的心情。就算有点臭臭的，也是苏苏姆的感觉吧，越来越新。エリス姫の唇、いただきますですよ。エリス公主的嘴唇我就收下喽。啊，在上面啊，是一个 Sichu 的国王大人，一个热情的激吻当礼物。萨玛米勒，活该吧，你这个毛毛虫女。間に合ったわね。好险，千钧一发。なるほど。やっぱりここは私の夢の中なのね。主導権は私にあるわけだわ。果然这是我的梦，主导权还是在我身上。ススの量は我が一番多い。よって妹たちの好きにはさせぬのだ。梅亮还是我们最多，才不会让妹妹为所欲为呢。啊，虽然我已经觉得够了。あれ？スス姆怎么又不见了？谢谢大家，你们都来了。啊，这边啊，莉莉亚讲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哦。クルス莉莉亚は本日をもってフラハイを卒業して。啊，今天要从花糕毕业，要当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了。喂，不要辞退呀！对不起大家，已经决定了。
哇，从明天开始，スズハラスズムのお嫁さんになります，就要当上スズハラスズム的新娘了。你说什么啊？像是被海，像是伯西分海一样啊，粉丝们让开，在スズム啊跟舞台的莉莉亚之间让出了一条道路。来接受莉莉亚吧。怎么回事？一半，那条路上跑出了一大堆的断头台。啪嚓啪嚓。このドラボネコにスライスされてトマトとチーズに挟まれろ。这只小偷猫啊，就像是想要偷什么麻番茄跟 cheese。喂，你怎么可以把人家梦乱搞啊？出来吧，我的替身，魔法公主。两个人。这根本就是替身，这根本就是我的嘛，可以不要这样吗？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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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而跟着莉莉亚跟她的分身一起啊，就是一个克林克林的一个连续攻击啊。这个而因为 combo 计量表只能 combo 到99，就是上限了，但是他们确实 combo 到99段以上。这样下去不会停住的。那，いでよ。私の呪いの鈴、破壊力 B、スピード D、持続力 S、精密動作性 D、成長性 C。出来吧，我的诅咒之美，破坏力 B、速度 D、持续力 S、精密动作 D、成长 C。わあ、我の評価微妙であるな。我的评价好像有点奇怪耶。消えた。消失了。上面。ローのローではないぞ、凡勝だ！啊，吃我的鸭肉！不是，吃我的饭盅啦！一个人把钢刀盖在头。暗哟，狭哟，怖哟！好暗，好可怕！确定吗？真的不会被挤吗？红木老师，红木老师，快来挤他哦！快来挤爆他哦！活该！看来经过一场精彩的战争之后，春子呢被这些毛毛虫的丝卷起来了，躺在那边。而 Minobe 呢就是被肉块的爸爸叔叔压住，在接受亲吻呢。哈哈哈！勝ち残ったのは私のようだ。赢的就剩我一个了。完了，叔叔我已经崩溃了。这是梦，对，这一定是灵障。紫苏母一面这样念着，倒在了地上。刚刚他承受不住吗？叔叔母 ，kiss，kiss。总之不管，就这样趴在躺过去。慢慢的压了上去，这样子完全就像是恐怖电影一样啊！虽然看，但是不是，总之重点我要靠近他的心。すまぬ、助力したつもりが。抱歉，我只能帮到这里了。もういいわ、恋に近道なしってわけ。算了算了，恋爱本来就没有进入嘛。お願い、もうおしまいにして。好吧，结束。わかったぞ、これにて練習を終わる。我知道了，灵障结束，晚安。おやすみ。晚安。明日、スズムがどんな夢を見たと言い出すか、怖いわ。明天スズム会说做到什么样的噩梦，我好怕。女子たち、おはよう。夕べはよく眠れたかしら。女生们，早安。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超糟的，根本没睡吧。まさか夢の中でまで場外乱闘になるとは。哎，没想到梦里面都会场外乱乱斗。看来啊，都是各自被大家的诅咒之眉唆使而做的这乱七八糟的梦。那个乱七八糟的梦，苏苏木真的有看，有没有看到啊？それはもうバッチリと。看得一清二楚。あんな夢を見たら、普通は女性恐怖症になります。一般看到那种梦的人会得女性恐惧症吧？呪いの言うことになんか耳を貸すんじゃない？早知道就不要听那些诅咒讲的话了。四人叹了口气，嗯，老师歪了歪头。啊，男生也来了。スサラ君、アツタ君、早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みんな、早安。大家早安。あれ、意外と爽やか。哎呀，意外的爽朗。どうしたの？僕の顔をじっと見て。怎么了？一起看我，干嘛一直盯着我的脸？いやいやいや、なんでもない、なんでもない。没事没事。你昨天有做梦吗？你不要这样问，搞不好人家就是要装傻，你还那边。夢？僕は多分見なかったと思うな。应该没做吧。それに比べて、アツタ先輩。不过比起这个，学长你的脸色好好难看哦。啊，俺か。我吗？まさか。不会吧。鈴間は。昨日渡した盆栓のかけらのお守りはどうした？那个スズム，昨天啊，我给你的那个碎片的护身符怎么了？啊，昨日のお守りだよね。啊、你说昨天那个护身符啊？今は夏君が持ってるな。啊，我给了夏啦。诶，为什么大家这样转头看着他？嗯，実は男女で部屋に分かれた後。夏君とおしゃべりして。啊，其实啊，我们分房之后啊，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说了。へえ、岩本神社のお守り。哎，神社的护身符。嗯，持ってるといい夢が見られる。啊，拿着就会做好梦哦。いい夢か。俺もグレートな夢。做好梦啊！我也想做好棒的梦呢。那是啥啦？俺とデュエルしようぜ。俺が勝てたらそのお守り貸してくれよ。来，死掉了，跟我挑一场，赢的话护身符借我。僕がもらったものだけど、一晩ならいいよね。虽然是我的，好吧，这一晚给你没关系的。Great！ 赞啦！即勝負だぜ！三本勝負といこうぜ。那来分吧，打三场。ここでワニャンを生贄にして、ナメクジドラゴンを特殊召喚。啊，我在这边使用蛙鸟作为祭品啊，特殊召唤ナメクジドラゴン。それに割り込んで。ナメクジいらっしゃいを発動。フィールドのすべてのナメクジモンスターを破壊。在这发动陷阱卡，ナメクジいらっしゃい。所有台面上的ナメクジ怪物都会被破坏。わあ、僕のナメクジデッキが。啊，我的ナメクジ牌組。夏君は強いな。果然你强。Great！ これで俺が日本選手のストレート勝ちだぜ。这样我就赢上两场，直接胜了。じゃあこれ。好吧，来，护身符给你。どうしたらいい夢が見られるんだろうな。枕の下に入れるのかな。怎么样才能做好梦呢？放枕头底下吗？そうじゃないかな。不是。じゃあ、電気消すよ。啊，那应该就是这样吧。好了，那我关灯了，晚安。也就是昨天看到那个乱七八糟的梦的人是。黒髪がいきなり迫ってきて。将軍様が出てきて黑神突然靠了过来，又有将军大人，又有不良少年。啊，思い出すだけでもめちゃくちゃで。光想起来就乱七八糟。ひょっとするとそれは霊障かもしれない。宝宝，那是灵障哦。かわいそうにね。あまり気にしないで、すぐに忘れちゃうんだよ。好可怜。不过别在意，很快就会忘了。そうそう。忘れちゃうのがいい。对对，忘记最好。そうか。是吗？そうするか。好吧，那就这样吧。啊，女子们像是女生们像是放松多了啊，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总之场外乱斗啊，至少是给夏野看到了，夺他的。どういう形であれ、力づくってのはうまくいかないもんだね。反省。反省。どうします、先輩方。怎么办、啊，学姐们？正直、このまま私たちがバトルを続けると、結局は足の引っ張り合いで。嘛，说实话，我们这样继续打下去啊，结果只能在互相拖累而已啊。それどころか、鈴木に幻滅されて、みんなで仲良く自滅自滅。这样下去，子孙我觉得对我们的破灭，然后只会越来越惨。那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是灵女的末裔啊，都不想输给，就是这个恋爱的心情都不想输给别人。而且啊，所谓的五子写法啊，就是也没有办法嘛，就是因为就是分支向下去，还是算了吗？那我们这场作战战斗，今回は勇み足だったってことで引き分けにしようかね。还是我们就算平手呢？ピンポン。ピンポン，好可爱哦。クロッチは今抜け駆けしようと思っただろう。你是不是想偷跑？してないしてない。プ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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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プルプルプル。先輩方、一つ提案が。那我有个主意。リリアン、私たちはまだ競い合う段階に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いうと、我觉得还没有到竞争阶段，所以。スズハラ先輩は素晴らしい男性ですが、女の子への関心が欠落しすぎています。スズハラ学长啊，虽然是个很棒的男性，但是啊，他缺少了对女生的关心。女の子への関心。对女生关心。ああ、わかる。スズムのベッドの下。祖师母的床底下一本色色的书都没有。エッチな本。你在干什么？你失聪。なるほどね。リリアンが言いたいのはこういうわけだ。リリアン说的也有道理。今の状態では、誰がキスして告白権をゲットしたところで、打ち死には確実だと。确实，以现在的状态来说，不管谁去告白，取得了告白权，那就谁亲亲取得了告白权，也只是自讨苦吃而已。スズハラ先輩のハートに異性へのドキドキが。首先，那至少让他对异性有点兴趣吧。私たちだけが大騒ぎしても空回りもいいところ。不然、啊、我们这边吵吵闹闹的啊，都只是在那个，都只是在，都只是在，就是没有意义而已。也是。プロレスの時も。オイラのドキドキ攻撃にスズム全然反応しなかった。摔跤时候也是啊，我的心跳攻击一点都没反应呢。まさか、アツタと BL。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东西啦？他该不会跟热田 BL？ ありえるね。ナッチかけるスズム。搞不好有可能哦。ナッチ擦スズム。いやいや、スズムかけるアツタ。不对不对，反过来，师师母擦热田。为什么一天到晚被灵障所苦的石虫会有这对腐之事呢？总之看着一天到晚他们关系很好的师师母跟那次啊，哎，女生们叹了口气。で、リリアちゃんの考えは？那莉莉亚，你有什么主意呢？いずれは先輩の唇を閉して戦うとして、今は一度。休戦しませんか。总之，我们抢亲吻那件事情啊，先休战吧。むしろ私たちで一丸となって団結して立ち向かう。倒不如我们先团结一起。立ち向かうって。团结一起干嘛？連れ戻す。把他带回来。スズムを BL の世界から連れ戻す。把スズム从 BL 的世界带回来。Yes， 黒髪先輩、察しがいいです。没错。黑神学姐真聪明，你们不要叫这三只把人家当成的 B 友好了吗？なるほど。みんなでスズムが男子として健全な道に戻るよう教育するわけだね。原来如此，大家先一起努力，把スズム变回健全的男孩子吧。教育。好好教育他。教育。不。哼哼哼。当发现到了什么的时候啊，石虫跟春子脸都红了。另外一边呢，啊，斯斯姆跟那次啊，两个还在继续讲那些卡牌游戏的捏他。喂，男子啊，
哎，从来没有从小学毕业。嗯，话说回来，史斯姆，你真的有第二性征吗？仮に来てないとしても、私たちも総力を上げて、無理やり来させます。如果他不来，我们就全力把他拉过来。そうだね。お気に入りの男子をもっと素敵に調教しちゃうのは女の子の特権だね。没错，把喜欢的男生调教成更棒的人是女生的特权。どうか、スズムにばっかり合わせるのは。フェアじゃないよね。没错，老是我们配合他也不公平。スズムだって私たちに合わせてくれてもいいと思う。スズムや配合我们才对。BL の世界からノマカップの世界に連れ戻す。把他从 BL 的世界带回成普通情侣的世界。そうです。まずは鈴原先輩の性的興味を厚田先輩から私たちに取り戻します。要让他对，让他产生有兴趣。热田学长就交给我们了。女孩子们一阵热情，完了完了，真的快逃了，快逃了！それではみんな、定番ハワイアンプールリゾートへ。好了，我们要去那个什么夏威夷，夏威夷怎么安普鲁，就是那个水上乐园。嗯，就像是南国主题一样，有游泳池，有温泉，有高尔夫啊，大型设施。从这边电车要坐30分钟，然后之后有一个免费接乘巴士20分钟。巴士下来之后呢，就到了南国的度假村入口。ここは俺の庭だぜ。何回来たか。哇，这边可是我家后花园，来了好多次呢。そんなに来てるんだ。私は前に来た時は小学生だ。你这么常来啊？我之前来都小学了。私は仕事では2回来てます。個人では初めてです。啊，我因为工作来了2次，个人来是第一次。オイラも夢の中では2回来てるよ。現実では。啊，我在梦里来了2次呢。不过现实倒是第一次。不过话说，学姐，你白天的，你白天的出的便服是穿这样的吗？ハワイアンプールリゾート。ハワイってこんなに近かったのか。夏威夷这么近啊？多分違うと。我想应该不是啊。やっぱり夏休みはプールよね。果然暑假就是要游泳池啊。プールサイドで素敵な出会い、ひと夏だけの情熱的な恋。あなたアラブの石油王なの？到了游泳池边，那的美妙的相会，啊，是夏天的热恋爱。咦，你是阿拉伯的石油王？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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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没这种事呢，没有没有没有。いや、ねえとは言えねえぜ。なぜならデュエル王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からな。不能说没有，因为所谓的决斗王不就在这儿吗？はいはい、あんたの自慢のデッキ、プールに放り込まれたくなかったらさっさと。好好好，你别把你的牌组拿到那个游泳池边，快走啦！最高よみんな、いざプールリゾートへ。哦！哎呀，你这是歧视热田是不是？为什么这个画面就没有热田呢？这怎么看都是主角与他四位愉快的伙伴呢？それにしても。话说回来啊。美濃部先輩、その服、随分と攻めてきましたね。美濃部学姐，你这个衣服还真讲积极进攻呢。あんだよ、似合ってて可愛いでしょ。你才是，这很适合你，很可爱呀。こういう服はあんたみたいなおっぱいモンスターには似合わないからね。我这种衣服才不适合你这种欧拜怪物呢。私も巫女服に狐耳とかで攻めればよかった。我是不是也应该换上巫女服跟狐狸耳朵呢？黒神さんはそういう知識をどこで仕入れてくるか。黑神同学，你那些知识到底哪来的啊？わあ、広いね。哇，好大。さすがハワイ。アメリカ、広い。真不愧是夏威夷，美国大。クロッチはボケか天然かわからんね。クロッチ啊，到底是装傻还是天然呢？それより鈴原先輩、私たちの水着姿を見て、何か感想はないんですか？话说回来啊，鈴原学长，你看我们这样子有什么感想吗？嗯，みんな可愛いと思うの。大家都很可爱哦。またプロレスやんのかって思っちゃうよな。是不是又想要摔跤了呢？你完了，你还是不要讲话，你还是被丢到水里了。
昨日はみんなかっこよかったよね。昨天大家姿势更的好呢。あちゃー、女の子の水着姿を見て。完了。看到女生的泳装，就这种感想了。私もまたプロレスやるみたいな気がしてた。我也还想要继续摔跤。黒髪先輩、しばらくお静か。黒髪学姐，你先安静。とにかく、スズも重傷だよ。焦らず、まずはじっくりと女の子に馴染ませていこう。总之，首先，スズも病得很严重，我们不要急，先慢慢让她习惯女孩子。お。あれやりたい、あれやりたいぞ。哦，行，这个行。あれってビーチボール？啊，你说哪个？海那个沙滩排球？啊，那个失虫的眼睛闪闪发光啊，看到了在游泳池里面玩球的情侣。啊，虽然只是在玩球啊，但是在游泳池这边啊倒是很棒的游乐设施。もちろん抜かりはね。好啊，来玩啊！哎呀，你真聪明，你有带球来啊！まさか、俺が本当にプールにまでカードゲームを持ってくると。应该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带卡牌游戏来游泳池吧？割と。哦，对啊，我以为。ラッチのことだから、ラミネート済みでプールサイドでもプレイ可能とか言い出すかと思ってた。ボール膨らます、やってみ。来来来，我来吹气球。哎，你吹那么大力，你会缺氧。大丈夫。对，僕が代わりを。还好吗？来，我吹吧。啊。やるね、クロッチ。さりげなく関節キス。哎呀，触摸小黑，一下子就间接接吻了。そんなつもりなかった。偶然偶然。才没有这样，巧合。おっと、黒髪先輩失礼。足が滑って肘が先輩に。哎呀，学姐不好意思，失礼了，我脚滑了一下，手顶到你了。哎呀！肋骨持ってかれた。哎呀，肋骨断了。哦，莉莉亚真的超大。胸の脂肪が少ないみたいですから、ダメージがダイレクトに届きましたね。哎呀，因为胸部脂肪不够，伤害会直接传进去哟。カチン。可恶。ほらほら。今は休戦中。喂，不是讲好了在休战吗？さすがスズム、肺活量もすごいね。哎呀，真不愧是スズム，肺活量超好。普通だよ。海安。普通了。好了，搞定。平畑先生。哇，老师也大。哎，这老师最棒了。老师一起玩吗？先生はプールサイドでのんびりさせてもらう。老师啊，就在那个岸边慢慢悠闲休息吧。若い子たちでたっぷり青春なさいな。啊，你们年轻人们啊，就开开心心的玩吧。啊，老师就躺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遮阳伞底下。啊，果然啊，大人的那种悠闲感，已经啊不再玩水了吧。でも私たちは青春真っ只中だからね。恥も外聞もなく。啊，不过呢，因为我们还是青春之人，那没什么好害羞的，继续玩吧。哦，果然就在泳装回。啊，这种游戏果然是，画面两个人肌肉真的超壮的耶。话说黑神到底怎么跳那么高，根本超强。莉莉亚果然还是超大，赞。黑人同学蛮厉害的嘛。てっきり運動は苦手な方だとばかり。真的耶，我还以为你不擅长运动。Great！ こりゃ手加減がいらなさそうだぜ。就不用客气了。ちょっと、バトルじゃないってな。喂，这不是打仗啦。あいだ。痛。ルミエ先輩、今私の顔面狙いだ。黑宫学姐，你刚是不是往着我的脸打的？顔面ってのはこう狙うのさ。打脸是这样的。
先輩やる。哇，学姐干得不错。ビーチボールってこうやって遊ぶのか。原来海滩球是这样玩的啊。良い子は真似しちゃダメダメだよ。好孩子不要学哦。進む進む、大体覚えた。見てて見てて。進む、我会了我会了，你看你看。覚えたって何が？你会什么？あつた、お前踏み台。啊，热田，你当跳台。No, don't go here。来。哎，黑神学姐怎么飞到那么高的地方了？ちょっと待った。喂，等等，那招该不会是 Max Deluxe Meteor Buster？ 砰！像是鱼雷一样喷出了一个水柱。啊，石虫呢？乍看外表啊是个运动白痴，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因为灵障的关系，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玩。他跟灵女是有着同等水准的运动神经。啊，在激烈的玩完之后啊，就在岸边聊聊天。啊，竹行呢，像是想到什么啊，就把夏野从那个慈之木的旁边给拉了开来。ねえ、八田君、あなたがいつもやってるカードゲームなんだけど。喂，热田啊，你虽然老是在玩牌，不过先生もルールを覚えたいの。なんてね。啊，老师啊，也记好规则喽。好。啊，上钩上钩了。好了，总之啊，女生们，我已经帮你把最大的强敌啊，帮你们分出来喽。ねえねえ、スズムってさ、どんな女の子が好きなの？ねえねえ、スズムあ、你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呢？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就是有 家庭感觉的女生。それでいて強くて頼もしい子。还有又强又值得信赖的女生。モア。モア。啊。石虫开始在想象着用他的细细的手腕挥着锅子在做炒饭的场景。不是那个意思啦。你喜欢高的还是矮的呢？发型呢？发型呢？胸やお尻はあ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か？とか。啊，胸部跟屁股哪一边呢？你们这些人可以不要这样吗？啊，石虫呢？看了看自己的胸，再看看莉莉亚的挑衅的胸。感到一股致命的败北感，啊！苏斯姆呢，完全没有察觉到他自己正在地雷阵的中央。现在女孩子们在问的这些啊，就代表大家都是敌人。可是呢，苏斯姆完全不怕，因为他根本不懂，他就光脚踩进了地雷区。身高吗？比较矮的话有点可爱呢。卡奈跟那个托尾啊，展现了一个胜利的姿势。Yes。髪型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長いとなんだか魅力的だよね。啊。发型的话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长头发比较有魅力吧。不过啊，四个人啊都展现出了 yes 的 pose， 然后看了看啊长发及腰的石虫。胸やお尻は。至于胸跟臀部的话，やっぱり女らしいメリハリの効いたボディがいいですよね。啊，果然啊，其实春子那个放下来应该也还算 OK 啦。他说：“果然，应该要像女生啊这样的身体才身材才对吧？”意见あり。デカ土はすぐに劣化して垂れるよ。我有意见，胸部太大马上就下垂了。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風評被害です。才没有那种事，这是风评被害。垂れるのか。会下垂啊。黒髪先輩たちは。その心配は全く無用だと。哎呀，黑神学姐，你们都不用担心那些会下垂的事喽。こっち。その黒髪
先輩たちの中に誰が入るのか。嗯，等等，你那个黑神学姐们的那个们，我很在意哦。さあ、進む。よく心して答えてね。来，日之母说吧。那个胸跟屁股的，哎，啊，果然呐、啊、是思思母，那、啊、他也完全啊不想要就是伤害任何一个人。嗯，真的打从心底开始烦恼了。啊，那右边的手腕啊被莉莉亚给抓得紧紧的。大胸就是这样的哦，可恶，这种机会不属于我。莉莉亚啊，让她的右手啊碰了一碰，不腻不腻。そういうのは下品な胸、綺麗な胸というのはこういうのなの。那种胸部太下流了，漂亮的胸是这种。それで八代を知る大和なでしこの胸がこういうの。然后呢？啊，大和夫的胸部是这样的。啊。何もないけど。啊，虽然什么都没有。桜色で綺麗だと思う。我想应该是樱花色很漂亮。桜色って。什么色啊，史思母满脸通红，紧张的要命啊，可是这些女生们还真大胆。ねえ、史思母、どのおっぱいが好き？啊，喜欢哪个おっぱい呢？嗯，先輩の手、すっごい熱いです。可恶，这种机会。だからむしろ見てほしい。ペロリ。ダメだよ。不能看，我不能看。っていうか、なんなの？他说你们在干嘛了？别这样了。スズモンたら、そんなに強く触って、エッチ。胸が大きいと、顔を薄めることもできるんですよ。脸很大，还可以把哎胸很大的话，还可以把脸埋进去哦。你看，这种我也行。你看，見るのが無理なら触ってほしい。虽然看起来不行，你就摸摸看吧。救命啊！啊，在游泳池里面溺死的人应该很少吧？应该不少，但是在欧拜里面溺死的人，在这个游泳池中应该还是第一次。决定了吗？決まった。胸だけでは決まらないと、オイラが思うね。我想只有胸大概不能决定吧。对对对，还是要考虑到整体的平衡才行啊。私、お尻もあんまりない。我的屁股也不怎么大。でも。可是很有弹力啊！这个机会不属于，可恶！但是这样下去，史思母的那个地方就不妙了。黒髪先輩ばかり独り占めでずるいです。私も混ぜてください。不可以黑人学姐老一个人站着，太狡猾，我也要。可不是谁都能碰，只有史思母哦。布川も一緒にグリグリする。啊，你要一起蹭蹭吗？やめてよ。他们就要两个，扑你扑你。在游泳池里啊，溺死的人很少，但是在屁股里溺死的，恐怕在这个游泳池他还是第一位吧。女が魅力的だと。ここに証が出ると聞いた。
くりくり。就说女生有没有魅力啊？就是这边，就代表这边会有证据哟、哦。くつくつ。やめてやめて。住手。ねえ、すずむ。私たちってそんな。我们就这么没有魅力吗？そんなこと。你们这个游泳池还有没有救生员？还有没有警卫的？还有没有人的、啊？哎呀，学长的声音怎么怪怪的啦？把身体给大家吧。其实热铁也站在他背后，不要这样嘛，怪可怕的。我们决定了啊，在你察觉到女生的魅力为止之前。大家就这样一直继续欺负你啊！那太好，那太好，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察觉到魅力了。欺负我，这。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吧？还是说，除了像老师那样大人的身体之外，你都不喜欢呢？それは許さない。この中から選べ。不许，不准，只能从这个里面去选。啊，酒池肉林，快乐，快乐的游泳池的后宫。就这样。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沉下去了，大概是太舒服啊，失神了吧？啊，溺水了！快拉上来，快拉上来，快点，快点！啊，他拉了出来，用力一压，像漫画一样，嘴里还喷出了水。振作，振作！惨了吧！哎，这种时候可叫老师来，叫老师啊！不行，这样部长的我会生，这样万一他会生气的啦。还是我们挖个洞藏起来。你从哪里学到这种捏他的？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要人工呼吸了吧。啊，我可以哦。啊，莉莉的时候我在演戏的时候练习过。所以你跟他亲了，你就有告白权了吗？应该不算吧。哎呀，糟了！你为什么要多那一嘴句呢？你看你，你为什么失宠？你干什么？你完了，休战协定结束了。对，啊，因为啊，他们是雏形了，老师当作顾问，所以全部人啊都学过人工呼吸。嗯，石虫呢啊，也因为偶尔刚好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淋上，也学会人工呼吸。总之，石虫很感谢啊，有这样啊让他的机会，谢谢你，神的诅咒。あらあら、プールでプロレスボックは危ないわね。喂，在游泳池摔跤很危险呢。よい子のみんなは絶対に真似して。好孩子们绝对不能学哦。啊。还在实况一样。这种时候应该是年纪最大的来做人工呼吸吧。照顾他生活的应该是我们春宫家才对。不让。这是我的台词。那我们就在这边决斗吧。不要这样啊！逆水平啊，那个手刀，哎，全部人都用手刀。
但是呢，啊，到底是没有胸部的人啊，造成肋骨受到的伤害大，还是有胸部的人受到的伤害大呢？伊之助先輩、下克上です。血祭りじゃ！哦，他把他举了起来，阿娘，那要来身体炸弹吗？不对，这不是，他把他摔进了游泳池里面。你以为会这么简单吗？什么？啊，卡奈在空中翻过来，使用了一个十字固定。啊，结果卡奈跟春子两人就直接摔进了游泳池里。手り早く脱落してもらいますよ。啊，我可不会输的。哎呀！啊，莉莉亚啊，一下子来了18式旋回式人体炸弹，魔法莉莉炸。诶，石虫呢？把学长给让出去。クラッテクタバレ、フランケンハレイシュート。啪啦！石虫跟莉莉亚也都掉进了游泳池里。啊，游泳池呢？从游泳战斗的舞台，从池边站到了池内。好孩子们，绝对不要学哦！这是适合泳装的少女们啊。哎呀，真羡慕你呢，斯斯哈拉斯斯木，大家都在争取你的嘴巴呢。啊！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不是搞错了？嗯？大丈夫か、スサラ。喂，你任せろ。没事吧，斯斯哈拉，交给我吧。あら、八田君、あなた人工呼吸ってできたの？热田，你会人工呼吸吗？俺、こう見えても小学校の頃、消防少年団にいましたんで。你别看我这样子啊，我小时候小学可是消防少年队的。これは場外から思わぬ乱入者だ。没想到居然来了个场外的乱入者。あれ、あれれ。哎，那三小啊，那个。あ、厚田が鈴木の唇を。あ、私たちは。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作战呢？所以最初夺走他唇的居然是热天。所以他得到了告白权吗？这画面好鸡啊，超鸡的。是你帮了我吗？Great的 Suzuhara， 对游泳池也大意了呢。男の恋がたきも油断大敵。大意了。あちと君、あなたが告白しないと他の子が告白できない。热田，你不告白，他们不能告白哦。啊？啊？告白？告什么白？快说清楚，有还是没有？你快跟石田的学长告白。不然我们就要一直等下去啊！啊，完全搞不懂发生什么事的那次呀，那就是被女孩子们这样逼着。啊，看着他，大家都笑了。之后呢？啊，就没有再战斗了，大家开开心心的玩着。对，特别呢，对透尾来说是最特别的时间，因为过了1000年，在这1000年中，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开开心心的过这样的日子。之后呢，大家就穿着泳装啊，进去泡了个混浴的温泉啊。然后呢，啊，在温泉出来之后啊，就因为气氛高昂，就顺便去卡拉 OK 唱了一唱。肚子饿了，然后大家就躺在宴会场的旅馆里面吃着料理。然后呢，啊，又洗了澡啊，又玩又吃啊，好像是来旅行一样。那奉侍部的大家们啊，就这样过了3天的旅行。那吃完了晚饭啊，就坐在了部，就是
那个坐垫上啊，开始讲着话，这样开开心心的。而雏心老师呢，就一面喝着啤酒，一面看着大家的笑容。从千年的诅咒解放，少女们的笑容。而在千年后结果，拯救了少女们的少年的笑容。还有解开了诅咒，一切千年之果可以重新重来的少年的笑容。啊，这是他的任务吧。而诅咒之煤被五子邪法分化，在那其中的四个末翼的煤炭即进化了。所以说，在雏心老师的体内还有煤留着。但是啊，神的诅咒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个诅咒的煤可能总有一天会随风消逝，或是到哪去吧。然后也许会再被谁拿走，重新成为新的诅咒也不一定。至少在人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诅咒大概也不会消失吧。特尔讲，楽しんでる？特尔讲开心吗？すごい楽しい。哎，好可爱哦，超开心的。あなたを苦しめた千年に、これは似合うものかしら？わからない。今の私はトエだから。他说：“啊，刚刚应该是说你这一千年，哎，他刚那句是什么意思？哦，你在这一千年中有看过这样的吗？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的我是透哎。”夏休みはまだ始まったばっかりだけど、黒髪透はどうしましたね？啊，暑假才刚开始而已哦。那黑神石虫打算怎么过呢？テレビ見てスイカをかじりたい。看电视，打西瓜。あと。朝のラジオ体操に行きたい。夜には花火もしたい。还有早上做收音机体操，晚上放烟火。小学生の夏休みみたい。好像小学生的暑假呢。没办法，因为他从小学的高年级就开始拼命的灵障，每天只能过着废人般的生活。对他来说，快乐的暑假从小学开始就再也没有了。叶うわよ、全部。そしたら？会实现的哦，全部都会让你实现哦。年齢相応の女の子らしい夏休みを過ごしてみたい。还有过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女孩子该过的暑假。そうよね。对呀。もっと恋に青春に、いろいろ。恋爱、青春，还有很多很多呢。でもライバルはみんな強敵ぞろ。但是大家都是强敌哟。みんながどうとかじゃなくて、高校2年生の黒髪トエとして。やり残しのない夏休みを過ごしたい。要度过一个高中二年级的黑神石虫啊，就是毫不后悔的一个暑假。いい決意よ。高校二年生の夏休みは誰にも等しく一度しか訪れないんだからね。啊，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再过第二次哦。有啊，你留级就可以过第二次了。当然，那、啊、在透尾的视线前面，只有苏苏姆的样子。过了千年的悲怨，他们两个自然有再一次恋爱的权利。トエちゃんに先生から夏休みの宿題。好，老师给你一个暑假作业。この夏休み中に鈴原くんに。在这个暑假之中，要抢到鈴原的亲吻哦。無理やり唇を奪う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のよ。わかる。啊，可不是硬来的哦，知道吧？啊，一下红了起来。嗯，虽然在游泳池里面啊有那个肌肤相亲，但是果然啊 kiss 还是不一样的。不对吧？我觉得你们在游泳池的更过分吧？啊，雏形呢啊仿佛笑着啊。命短し恋せ乙女、それが青春よね。啊，生命苦短，恋爱吧少女。嗯，这就是青春呢。頑張れ。加油。頑張れ。加油。